哇，这个好漂亮啊！这是在哪里？这个是我们刚好上完舞蹈课的时候，对，然后还没下课的时候，那个光就照到那个镜子下面那个地方，就特别美。然后我们就一直往我们边练边看，边练边看，我们三个就忍不住。然后跳完就全部出去就拿手机拍，对，正好拍到就特别漂亮的那种。爱和来人往的街头，想起。